创作才子王力宏8号出席公益活动，王力宏关怀世界儿童爱心不落人后，他也特别呼吁大家要正视贫穷国家饥荒的问题。那我跟世界展望会的合作每次都很开心，像上次去狮子山共和国，上次去非洲也是见识到他们的专业，而且他们的对于地球的爱心的发自内心，还有对这个最贫困最贫穷的地方的一些使命感，怎么去建立，怎么去发展这些区域，希望大家好好报道这些新闻。而王力宏也特别选择以自己过去的公益创作手牵手作为这次的合唱歌曲，他还当场与小朋友们表演了一段。王力宏透过传唱鼓励大家一起关心世界儿童，就是希望能用音乐把关怀和爱延续下去。奇异娱乐台北报道。